这病历谁写的？是我。说过多少次了啊？这个字不能写的这么清楚，让病人看懂了出去拿药怎么办？这个责任谁能负？对不起。行，他认错了，下次是不会再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行了，出去吧。哎，小张，你留下。他们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，所以说我必须得这样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要公私分明的，你要对我网开一面，我还不高兴呢。真的吗？嗯。太谢谢。哇，你做美甲了？是啊。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主任，那个病人。啊！上班的时候谁让你们做美甲的？就这样怎么给病人看病？对不起。马上给我洗掉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好疼。那我帮你吹吹。好了，反正也要洗掉。亲爱的，你起来，你闭上眼睛。睁开眼睛。嗯。为什么要买蛋糕？因为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一百天呢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我给忘了。没关系，我记得就行。亲爱的，真的谢谢你。嗯。主任，你得签个字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蛋糕不能带到医院来，让糖尿病人看到怎么想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恋爱不能公开吗？那样的话，你所有的努力，大家都会是认为你是走后门了。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再相信我一次。哎，主任，性感袭击我，幸好我练了。